没有。男生通常都不爱收东西，很邋遢。两个都相信爱情。最想和谁合租？欧阳娜娜。最不想和谁合租？陈伟霆。会煮饭的，一起煮饭。ZQSG， 啊，在吃西瓜。爆肝，爆肝就是熬夜。真香警告，就是真心警告。啊，不知道。AWSL， 啊，我笑了。凡尔赛，凡尔赛就是暗底里在炫耀，暗暗炫耀。真的太好看了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么好看。里面很多的一些情境都是我自己曾经真的有遇过，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我看到过的。